隐藏教材和显示教材。当你是这一门课的老师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功能叫启动编辑模式。那老师可以把整所有的课程都背完，背完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全部展示给学生看，有可能我现在才上第一课啊，下面的学生不需要，先不需要看到，那怎么处理？只要在你的教材上面点选编修，选择隐藏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教材隐藏起来。那我如何知道我的教材有被隐藏起来呢？学生看到的画面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在系统管理这边有一个把我的角色变为什么学生，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，哦，学原来我刚才藏起来的不见了，好，小朋友是看不到的，学生是看不到的。那我怎么回复我原来的身份呢？请你一样点选再变换角色为什么，返回我正常的角色，这样子看愤怒鸟学程是这个灰色的出来的。那我怎么再把它恢复呢？启动编辑模式，这是必要的。然后在你的教材上你可以点选什么显示，那如果你要把教材隐藏就请你点选什么隐藏，好，这样子很方便你做课程的备课及展示。